中国茶。中国人喜欢喝茶，也常常用茶来招待朋友和客人。茶叶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。中国茶叶按照制作方法分为绿茶、红茶、乌龙茶、花茶等几大类。绿茶嫩绿鲜艳，是不经过发酵的茶。最著名的绿茶是杭州西湖龙井茶。红茶是经过发酵的茶，著名的红茶有安徽的祁红茶和云南的滇红茶。